你要知道，敌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实验做出来啊。一直想问你，那颗植物后来怎么了？在大火中被烧了，我找个地方给埋了。你别转移话题。我明天就去找吴所谓。想通了。时候不早了，走吧。哎呀，我的脚还是好痛啊！你背我好不好？到底什么关系？好朋友。好朋友，那为什么何秋回来假扮情侣来骗我？我们什么时候假扮情侣？现在脑补的。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他呀？他又没跟我表白，拒绝什么？反正我现在就是很不爽。你放下，你放下来，你放下来，我也要去。你不用上班啊？我可以请年假呀。还说心里不惦记人家。也好，既然你心里放不下呢。就找这样一个机会，来了把话说清楚。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订票，拜拜拜拜。喂，白鸡。Louis。喂，très bien。Merci。喂。Encore。Vas-y. Oui, vas-y. Ok. Oui. C'est bon. Mais vous êtes qui? Tu sais, c'est mamie. Attends. Jean. Mais ça tombe bien. L'ami de Wu est mon ami. Tu peux pas. On continue?Votre business, vous pouvez en parler tout le monde. Mais il ne finit même pas le verre de vin de leur propre boîte. Mais comment peut-il me le vendre? Tu dois absolument le forcer. Figure-toi, notre boîte Scandwell Commerce est leur plus grand client. Ne casse pas la bonne affaire de ton ami. Oui. Continue. Si tu sors d'ici aujourd'hui, plus jamais de contrat avec toi. T'as con? Petit con! C'est de merde tout. 事情就是这样。庄，这一年多，在你身上发生过这么多事情，我才想问你，你刚才到底在干嘛？陪客户啊，让你见笑了。那个 Louis， 他分明就是在为难你，你干嘛配合他？你是不知道，现在的法国红酒行业被美国资本牢牢控制，这单子要是完了，我明天真不知道该怎么跟老板交代。你现在已经变得那么容易向资本低头。你的学者风骨，你的科研梦呢？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听说你在葡萄酒公司上班，以为是研制葡萄酒。没错。是在做研究，但是公司效益不好，就连科研人员也要出来陪客户。你不适合这种工作。我？
又适合什么呢？回去再说吧。住的还行啊，这是镇上一个老奶奶家，她的儿女都去巴黎了，我住在里面一间客房，也很便宜，也可以照顾她。你先坐吧。水就行了。Maxi， 德赫呀，卢梭说过，人生的自由，既然受到束缚，就要想尽办法挣脱。人生而自由，后面还有一句。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但我确定，这并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年少时谁都会有梦想，但梦醒了，知道是错的，也就该停止。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试错的过程，而在每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相应的改变。我能理解你。不过我要坦白告诉你，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回你们，我要重组高级动物。你也不必太纠结，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就好。我先走了，别再喝酒了。祖玛。好巧，走啊，跟我们回去啊，周尔文都邀请你了，你还考虑什么呀？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你先别扯歪话题。我问你，你到底在犹豫什么？行了，我早就听余无忌说你在做红酒生意，成日成日的应酬，但我没想到你会把自己喝成这样。你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呀？做什么不辛苦啊？这算什么？我就是不明白，当初咱俩分手是你执意要留在法国搞科研，现在你连科研都放弃了，那我的牺牲算什么？其实你走以后，我一直沉迷于空中花园的实验，我很努力地想打破瓶颈，但是从学校出来以后才发现，人生不仅仅是只有实验，更是要保障生活。简单来说就是赚钱，
能够让自己活着，久而久之就能忘记实验。也许是我一个人能力不够吧。所以现在我们来了，周尔文来了，高栋要重组了，你就别犹豫了。我对实验投入的心血太多，当你充满希望大步向前走，最终又发现是死路一条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现在有我们大家在一起。大家是出事以后互相怀疑彼此不信任的大家吗？我头疼，我先去休息。这边晚上不安全，今晚就先留在这儿。0.52%，但在我看来，明明是100%，所以咱俩注定相遇。你的身影忽远忽近，为何感觉陌生又熟悉？谁告诉我如何找寻？不会的，无谓的，笃定的。一段空白的记忆锁在谁的心底，像暴风雨过后总会平息。我喜欢祖玛，该把往事唤醒，或把所有忘记，绝口不提曾有过的亲密。我明天从纽约飞法国，你到时候别忘来接我啊！一会儿我给你发那个航班信息啊。
送，老娘还不走了呢。上班上班，也不知道自己上了什么班。南安，快把赵若文手机号给我，10万火急。这就无所谓工作的地方。他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先别这么说，他可能只是在群体中暂时迷失。暂时迷失？现在拉他一把还来得及。可他在实验上的挫败感太强了，想让他重拾起来，恐怕有点困难吧。他们出来了。Travailler avec un incapable pareil, lui va devoir rentrer aux États-Unis. Il va devoir rentrer aux États-Unis à cause de toi. Il est expulsé à cause de toi.这么欺负无所谓，无所谓太怂了。Un peu doudin, s'il vous plaît, je vais tout faire pour. 无所谓，现在最怕的不是他的上司，而是我们看见他的狼狈。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有办法。Donnez-moi un peu de temps, s'il vous plaît. Je vais tout faire pour le retenir. Monsieur.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rentrer.Nous sommes des conseillers techniques du Scanwell, commerce Asie. Nous voudrions connaître un peu plus sur votre société. Écoutez, j'ai pas le temps cette semaine. Vous prendrez rendez-vous avec ma secrétaire. Vraiment? Oui. Bon, vous êtes qui à la fin? Vous connaissez certainement le boss de Louis, non? Joe est son conseiller technique. Ah, c'est vous?Louis est peut-être la honte de Scanwell. Tu ne sais pas quel. Si je suis là, c'est pour demander justice pour mon ami Wu. C'est ma faute.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Je verrai bien pour plus tard. Yes. Yeah. Puisque vous êtes là, permettez-moi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ma cave. S'il vous plaît.周，他说的是真的吗？反正照片是真的。还没来得及问，你这一年过得好吗？好啊，非常好，好到根本想不起来还有你的存在，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买了一张飞机票就跑过来了。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那你呢？我没有一刻不在想你，只是你们怎么突然来这儿了？你什么意思？觉得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你以为我想来，还不是因为周尔文？你知道他的，向来不按常理出牌。那你们这么做实在是太冒险了。冒险？你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像是在冒险吗？我教你一句中文：后会有期。后会有期。Très bien. Merci. Merci beaucoup. Wu, tu t'occuperas de mon nouvel ami chinois. Pas de problème.你怎么会是 Scanwell 贸易的科技顾问？我只是之前在一个活动跟他合过影，演的还行吧。
找你干嘛？不管怎么说，我今天要谢谢你们。不过，你们救得了我一时，救不了我一世。也许我什么都做不好。你怎么能这么想？你在学校可是学霸。那也都是在学校了。人总不能在象牙塔里待一辈子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实验室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地方。已经很难回去了。无所谓，算了，别再逼他了。他其实比我们任何人都难受。我不管社会怎么样，现实怎么样，我只知道空中花园现在非常需要你，而且现在出现的那个碳素科技公司，很有可能就是偷走我们空中花园的公司。如果你真的想要回去刚才那个地方，我们一定可以帮你。我们一定可以拿到 Scanwell 的贸易订单，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回去实验室，找回那个纯粹真实的你，高级动物永远欢迎你。给我一下时间。脚怎么了？没事，休息两天就好了。你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还真想知道啊？哎，听说你昨天晚上就跑来法国了，你可真行啊！刚来就往无所谓那跑，也不来看看受伤的我，你可真是有异性没人性啊！别说了，你都不知道我们今天经历了什么。哎，这有人给我发过来三个字儿：有戏。这不两个字儿吗？对啊，是俩字儿啊。有戏，有戏吗？我怎么觉得无所谓，这回真不会跟我们回去了。这个你就不能操之过急吗？你看看你过来这一趟已经够突然的了，你得给他点时间好好消化一下。该不会你跟无所谓已经发生了什么？你想什么呢？什么事儿都没有。也对，如果有什么的话，你也不可能提着箱子跑过来跟我挤一张床。哎呀，这个无所谓啊。按理说我们都已经特地飞过来了，他还想怎么样？我们什么意思？他应该心知肚明了，怎么还像一块榆木疙瘩一样？我觉得他真的变了，变得计较得失。再也不是那个只会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无所谓了。所以，你觉得他现在对你也小心翼翼了是吗？哎，祖玛，你别难过了。感情啊，这个东西，它有时候是要讲清缘分的。我感觉我们都变得小心翼翼了，这没有什么错呀。学会保护自己本来就是成熟的表现，计较得失才是人类的本能啊。
但话说回来，我这次再见到他，我还是很心动。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人都会改变的，我也在变啊。我为什么不去接受一个变得更加完整的无所谓呢？苏曼，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哎呦，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眼睛，它是永远不会蒙尘的，它只存在于互相吸引的两个人之间。就像那年那场大火，所有人都怀疑周尔文，只有你相信他是有苦衷的，所以你是周尔文的那双眼睛，我呢是无所谓的那双眼睛。我都被你收音了，我的手机响了。不是你的，是我的。还住得惯吗？不习惯。我在楼下等你。无所谓，在楼下等着我呢。我不跟你说了。安，我去追求幸福了。那么巧，南安，这回是你的手机响了。怎么响？好了，拜拜。你这是干嘛？躺了一整天了，出去走走。去哪？上山。带我去哪儿？到了。到了。这是哪儿？你看一下。这有什么特别的？你是想到了 2D， 你想一下 3D 吗？ 3D？ 嗯哼。你耍我？那？这什么？我们刚才经过的路。所以这条路是你事先安排好的？我还以为我们只是漫无目的的走一走呢。那，啊，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不要。你那么爱耍我，谁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一直在我的身边，我都快要变成他的主人了。你还不相信我？凭什么你说开始就有一个现成的人在这等你啊？
所以你一直在等我？我没有啊，我的意思是，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想得美。起开。什么破车啊，坐久了屁股都酸了。我想一个人走一走，别跟着我了。你要怎么样才会相信我？你好。除非你让七色堇重新盛开。坐下。不要。好，你走。什么？你说的对，我没有好好珍惜你，也没有好好珍惜科学。还有呢？还有，我一直都想联系你，但是我知道我没脸。还有呢？还有。我今天表现得不如意，我看你那么痛苦做决定的样子，我知道昨天是我太着急了，我不该逼着你。当初的事也是一样，如果要说错的话，那就是错在我太任性地逼着你和我回去。我早该明白，人嘛，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打算，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简单的归纳为爱或是不够爱。是我太幼稚了，所以这一次，不管你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你，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不要让自己后悔了，好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现在知道，你回来了。不要离开我好吗？饿了，咱们走吧。别再跟自己生气了，没有任何人值得你生气。来，谢谢啊，总管，我决定辞职了。你决定了？我就知道你想念大家，想念空中花园，你一定会回来的。哎，你一个人去真的没问题吗？没问题。
Oh, dis donc, t'as le bras long, hein. Monsieur, t'as voulu me piéger avec des photos truquées? Ouvre les yeux. C'est lui, le vrai conseiller de Scanwell Commerce. Tu joues au con avec moi? Désolé. T'auras pas ta prime ce mois-ci. Tu finis ton boulot et tu t'en vas. Qu'est-ce que tu veux encore? Oui. Excusez-moi de vous déranger, mais la réunion sur la collaboration avec la société Carbone va commencer. Tout le monde vous attend. Je sais que la maison de l'air est très besoin. 而且现在出现的那个碳素科技公司，很有可能就是偷走我们空中花园的公司。碳素科技 ，Là une occasion de rattraper ton erreur avec Scanwell. Ils veulent travailler avec le département technique. Tombe bien, t'es du département technique. Hey. D'accord, j'ai compris. Et cette fois-ci, tu te casseras pas. Oui. J'ai entendu dire qu'ils voulaient bosser avec le Mania Snips.还想问你呢，这不是无所谓的家吗？哦，原来你原来找我要地址是为了……行了，别八卦了，赶紧来。你的意思是有个叫龙七的，烧了高栋，害死了白老，绑架了郑守文。 还偷走了空中花园的核心数据，最后这个人自取灭亡了。你确定吗你？我知道你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南安和高木都亲眼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你要是还不相信，可以让赵文亲口跟你解释，他现在就在法国。赵文回来了，你先让我消化消化。 我说你是改变了穿衣风格吗？你懂什么懂啊？我现在可是一名生活体验师啊，走在时尚的最前端。那你这个时尚，我是真的看不懂。<笑>可以。对不住啊，把你来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你都知道了，恐怕比你知道更多。我拿到碳素科技的资料，他们要投产，正在跟一家叫 Snips 的公司谈合作。碳素科技，不就龙七背后的那家公司吗？于剑，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已经把资料发给周尔文了。我能做些什么吗？你只要相信周就可以。我先找他弄明白。你先别打扰他，让他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你这不也刚到吗？先好好休息休息。 无所谓，明天到我的酒店一趟，我们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于不羁也来了，太好了，叫他一起过来。高木，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